魔鬼恶魔，魔鬼或称恶魔，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邪恶的鬼神，超自然的邪恶力量等邪恶存在，各种文化以及宗教信仰、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中都有魔鬼的概念。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魔鬼来源于犹太人的圣经，也就是基督教的旧约，原文的意思是毁谤者，也指撒旦是一个与上帝对抗的大能的灵体。因此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圣典中，这个词具有单一指代意义。然而在其他文化中，魔鬼的含义有所变化，但是普遍认为这个词含有贬义成分。